真奢侈呀，我们这个摩托车都加的是95，100块钱。对，好贵。哦，这么贵吗？咋了？这两格啊，加了100块钱就两格油。三格。本身还有一格啊，都是只加了两格。跳的。本身一格在跳格。我俩现在啊，就骑着我们的小摩托上这边这个山。加的95，上山应该有力气。我靠，17公里，这应该是清迈最好的商场了，玛雅。有机会我还想再过来买上一个推子呢，头发是长的。我再来两三只就一起、啊、都是你的。没有都是你的。还有不用了，也得亏我在非洲吃过一两回虫子。这嚼起来还蛮香的。买上一根玉米。 OK thank you 同哥。一根玉米掰两半，拜拜。好，这边小吃还蛮多的，这边他们这边景区啊卖的东西不是很贵，就很正常，就包括所有的东西都是市场价格，他不会说是景区给你来个天价。怎么走啊？就从这儿爬上去吗？这也爬上去，还下雨啊。现在不着急不着急，等雨停了再说。这个玉米啊真的好香啊，这个我估计是当地农民自个儿种的那种，慢慢培育的，入口啊真的非常的香。我准备冒着雨一个人登山。哇，这是现场唱的啊，这是唱出 CD 的感觉了，看到没有？
素贴寺、双龙寺。寺庙里供奉着佛祖的舍利子，在这个公元1373年所建。我的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这下边有一些吃饭的地儿，咖啡厅什么都有。沉默来过了，他就不上去了，就我一个人走过去看一看。这点雨对我来说没得太大的问题啊。这狗都不躲雨的吗？你好。好了，这段就不掐了，沉浸式的看一下。哎呀，这个双龙之所以叫双龙寺，就是因为这两条龙。哎呀，等人家照完相，我们看一下泰国的一些这个佛像，是吧？都认不出来，认不全。这个不是那迦那个形象吗？这也算是龙的形象。哦，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。上走。小姑娘拿着莲花，三五分钟就走上来了。这里是需要买票的啊，30泰铢。我们先过去买票，小心地滑啊！这里下雨还蛮厉害的，天上是越下越大。这里 ，Hello， 这个哎，我把钢镚全滑完。这就是门票了，新年快乐，2019年新年快乐，2019年新年快乐。结果呢，2019年中国游客没来，然后心想呢，2020年中国游客该来了吧，也没来，算了，也不换了。你好，在这里我检票。检票？哦。对。啊。哦，这样的 ，OK，Thank you， 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。泰国人那是真客气，好了，先上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好几百年历史的一个寺庙——双龙寺。从哪看起呢？在泰国有些寺庙呢是必须要脱鞋的啊，把鞋子就放在这里就好了，看到没有，这是个鞋架啊。咱现在是把袜子也脱了吧，不然我走过去袜子也脏了。装口袋，哎呦，一块儿参观一下。这是个女菩萨。这应该是镀金的佛塔吧，怎么也是贴的金箔。哎呦，泰国人啊，信佛教非常虔诚的。啊，这应该是，应该是要施舍一点钱的。僧侣带着他转一转，
我们就自己在这转一圈。这个雨是真的是越下越大了呀。这个卧佛，哎，还听到有摇签的。没有摇签解签的一说吗？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，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。大家记得点赞哦。